最近呀太热了，我就来森林里做果冻了。我哥哥最爱吃巧克力果冻了，我要给他做巧克力果冻。我的哥哥也爱吃果冻，我也要给他做果冻吃。可是我没有工具，这个怎么做呀？肯定会洒出来的。哎呀，我说朵朵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我也没有工具，你看我只要轻轻一荡不就好了吗？就这么简单。可是这样做洒得到处都是，做出来的果冻也不好看呀，我才不要这样做呢。那你自己在这慢慢做吧，我可要去玩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谁能帮帮我呀？朵朵，别哭了，我可以帮助你。真的吗，花仙子姐姐？当然啦，这个呀不需要工具，看我的魔法变。好啦，看，全部都倒进去了吧，是不是很漂亮呀？哇，花仙子姐姐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谢谢你呀。不客气不客气，那朵朵我就先走了。哇，朵朵，你给大鱼哥哥做的果冻可真棒呀，那哥哥就奖励你个好吃的草莓蛋糕吧。哥，我想吃蛋糕。小教室，你还想吃蛋糕？你看人家朵朵做的果冻，你看你做的这是什么嘛？啊，怎么会这样呀？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难道我做的果冻不好看吗？这么多好吃的，咩，哇哦，真好吃！来，蘑菇泡，给你一个。我才不吃呢，不吃算了，我自己吃。咩，哇，真是太好吃了。来，这还剩一个，给你吃吧。我不要吃。哎呀，你可不能不吃，你要是饿瘦了，老大会打我的。那这样吧，你说说你要吃啥，我给你弄去呀。那行，我要吃圆圆的东西，圆圆的。那这个是不？这不是圆圆的东西。那是这个不？这里面不是圆圆的东西吗？不对，不是它。那是这个不？对，就是它。哎呀，终于找到你爱吃的了，给你吧。你给我，你都把我放出来我才能吃呀，你把我关在这里面我咋吃呀？哦，对，有道理。来吧，你出来吧。哎呀，终于拿到我的那碗了，看我不打你。哟，哎呀， 你这个植物敢骗我。哎呀，打得我好疼呀。哼，你们这些僵尸还把我关起来，我不打你打谁呀？信不信我再打你呀？哎，不敢了。这个僵尸可真笨。哼，走了。菲菲已经中了我的黑魔法，已经不认识他的好朋友猪猪侠和小呆呆了，现在我就可以把他给变走了。这位僵尸哥哥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菲菲，你站住，你怎么跟坏僵尸一起走呀？你走开，你才是坏人，我的巨人僵尸哥哥是好人，他对我可好了呢。对，菲菲说的对，我是好人，你才是坏人呢。猪猪侠，你快走开，我还要带我的菲菲小公主出去玩呢。菲菲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呀？不对，难道他中了僵尸的黑魔法？这可怎么办呀？有了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快发送小红心救救菲菲吧，不然他就会被僵尸带走了。僵尸，你快放了菲菲，不然我就用猪猪侠光波教训你了。猪猪侠，不准欺负他，他可是我的好朋友僵尸哥哥呢。如果你要欺负他，必须要通过我这一关。菲菲，你快走开，他是坏人，我必须教训他。哼，你才是坏人呢，你才走开，不准欺负我的好朋友僵尸哥哥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还没发送小红心呀？赶快发送小红心救救菲菲吧，拜托你们了。老大，听说植物那么厉害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向日葵，要是没有向日葵给他们补充能量，咱们呀就可以打败他们了。哎，我觉得你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，可是向日葵有植物们守着呢，咱们怎么才能抓住他们呀？老大，你放心，我呀已经给你打探好了，这回这个时间只有一棵植物守着他呢，咱们俩过去肯定能把他给打倒，然后把向日葵悄悄给偷出来。是吗？那太棒了，那咱们赶紧出发吧。走，还真有一个。豌豆泡，赶紧把向日葵果交出来，不然信不信我打你呀？就凭你们两个，真是做梦。先让你们看看我的能量丸吧，你们两个再想想要不要和我打架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现在你们两个还跟我打吗？哎呀，这么多能量丸，不打了，开个玩笑。能不能让我们走呀？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该不该放这两个僵尸呢？乔治，快回家了，我们要回家睡觉了。不行，植物哥哥，我要看你们怎么回家睡觉的。那好吧，随便你吧。那我要回家睡觉喽。biu biu。啊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那我也要回家睡觉了。biu biu biu。哎，我也回家睡觉了。biu biu biu。植物哥哥，他们biu biu两下就回家睡觉了。那我也来试试。biu biu。哎，这怎么进不去啊？那我换一个，我再来试试。biu biu。哎，怎么还是进不去啊？那最后一个总可以了吧？biu biu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是回不去呀？这到底怎么呢？朝着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姐姐，我也想学植物哥哥他们biu biu的两下就回家了，可是我怎么也回不去。嘿，弟弟，这个是植物卡片，只有植物哥哥们才能进去。你肯定回不去呀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难怪我 biu biu 两下也进不去。好啦，弟弟，走，妈妈叫我们回家吃饭啦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回家喽。对啦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植物哥哥们是怎么回家的吗？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我要在我的植物卡片上放上一颗小红心。哎，我的小红心为什么没有把植物卫士哥哥给召唤出来呀？嘿嘿，我要在我的僵尸卡片上放上一颗小灰心。小僵尸快出来吧！哈哈，我出来了，我居然没有把植物卫士给召唤出来，这下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为什么花仙子姐姐给我的小红心没有用呀？哈哈，没有用，当然是欢欢因为你的红心能量不足了，所以才召唤不出植物卫士的呀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呀，可是我没有小红心了呀，我怎么召唤出植物卫士哥哥们呀？哎呀。
我怎么说漏嘴了呀？对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不要帮他哦。哦，原来小朋友们可以帮忙呀。对对对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快发送小红心帮帮我吧，帮我召唤出植物卫士哥哥，他们这样就能阻止怪兽和僵尸去做坏事了。拜托你们了。哼，小朋友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不准发送小红心帮助欢欢，不然我就用黑魔法把你们全都给。哈哈哈，你们看我小僵尸有这么多好看的皮带，是不是很漂亮呀？哎呀哎呀，小僵尸小僵尸，我的一只红色彩色笔不见了，你有没有看到过呀？是奥特曼呀，我没有看见过。那小僵尸，你的笔袋里有没有呀？我看他们鼓鼓的，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呀？那好吧，小奥特曼，为了证明你的笔不在我的笔袋里，那我就让你看一看吧。好的，小僵尸，那我来打开看看这个菠萝笔袋里有没有。哦，原来是你的橡皮擦呀，小僵尸，你竟然有这么多好看的橡皮擦。小奥特曼，我说我没有吧，你还不信。小僵尸，这还剩一个呢，我来打开看看。诶，小僵尸，这不就是我的水彩笔吗？啊，我的笔怎么变成你的水彩笔呀？对不起对不起，奥特曼，我肯定看错了，我还以为我的铅笔呢。这笔还给你吧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小僵尸，原来是你看错了，你现在把笔还给我就好了。对啦，手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的笔在不在小僵尸的笔袋里呀？如果在，就发送小红心吧。小朋友们快排好队，今天白雪姐姐要给你们发好吃的啦！这个棒棒糖给麦琪，这个好吃的棒棒糖给乔治，又是乔治最爱吃的草莓味了。太好了，我也有棒棒糖可以吃了，谢谢你白雪姐姐。不客气不客气。还有最后一个棒棒糖呀，是给欢欢的，是欢欢最喜欢的菠萝味棒棒糖。太好了，我也有棒棒糖可以吃了，谢谢白雪姐姐。哈哈，我们都有棒棒糖吃了，真是太开心了，我们要吃棒棒糖喽。可是小伙都有吃了，我想僵尸却没有。反正他们也打不过，要不然我就把他们的棒棒糖全都抢过来，把你们的糖果都给我吧。太好了，我有这么多糖果可以吃喽。咻，你这个小僵尸又在这里做什么坏事了？猪猪侠哥哥，这个小僵尸抢我们的棒棒糖，你快帮帮我们呀。好呀，你这个小僵尸又在这儿做坏事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看我猪猪侠光波发射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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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 哎呀，别打了别打了，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。哈哈哈哈，我终于成功了，我的魔法转换器终于成功了。老大，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奇奇怪怪的呢。这个魔法转换器只需要带着你想要变成的人进去，等你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变成对方的样子了。真的吗？这么神奇？是啊，小弟，你要不要试一试呀？看看你想变成谁呀？嘿嘿，好呀好呀，我要变成我威武帅气的老大。嘿，胆子挺大呀。巨人僵尸带着小弟进入魔法转换器，等到再次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我真的变成我老大的模样了，太帅了，哈哈。有了这个魔法转换器，我就可以跟猪猪王国的菲菲公主交换身体了，那到时候我就是猪猪王国的主人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大太棒了，老大真聪明。但是我们需要让菲菲公主跟我一起进入这个转换器里，我可得想个办法。巨人僵尸思考了很久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来。嘿嘿，黑魔法黑魔法变，我变成猪猪侠的样子去把菲菲公主骗进机器里，到时候嘿嘿嘿，猪猪王国是我的，那群可恶的植物们就拿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大威武，有老大在，我们再也不用受那些植物的欺负了，哈哈！猪猪王国，我来了！哎，老大，你记得你的变身魔法只能维持3个小时啊，别忘了呀！这时经过的小僵尸，糟糕，爸爸和叔叔要做坏事，我得阻止他们。巨人僵尸变成了猪猪侠，来到了猪猪王国里，寻到了小菲菲。小菲菲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，最近外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呢。小猪猪，好呀好呀，不过小呆呆和麦琪都在呢，要不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太好了太好了，可以出去玩喽。是啊，在家里闷了好多天了呢。啊，好好，可恶，小呆呆和麦琪一起去可是会坏了我的好事的，不过总有解决的办法的。糟糕，爸爸已经变成了猪猪侠哥哥，找到了菲菲姐姐，我得跟着他们保护他们。猪猪侠、小菲菲和麦琪、小呆呆一起来到了森林游乐场，这里看起来很好玩呢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那个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有点嗓子疼，小呆呆，你可以去帮我买点润喉糖润润吗？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，你们在这里等我呀。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我比较喜欢话梅口味的润喉糖，麦琪，你可以帮我追上小呆呆告诉他吗？好的呀，猪猪侠哥哥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哼哼，最好不要回来了。小菲菲，我们还需要在这里等等他们，那我们先玩一下那个玩具吧，听说里面很漂亮呢。哇，真的吗？很漂亮吗？我要去我要去。不好，爸爸要把小菲菲姐姐带进去了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小菲菲姐姐快躲开。小僵尸和巨人僵尸变成了猪猪侠，一起进入了魔法转换器，结果
啊，小僵尸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爸爸，你不要伤害菲菲姐姐他们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菲菲姐姐，你快跑呀！猪猪侠是我爸爸变的，他是想和你交换身体，这样他就可以做猪猪王国的主人了。不是不是，小菲菲，你不要相信他，我是猪猪侠呀，他是小僵尸，僵尸都是坏人，他们最会骗人了。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小僵尸说的是真的，你们就发送小红心告诉我，如果猪猪侠说的是真的，你们就发送666告诉我吧。最近外面僵尸特别多，我们植物庄园已经没有太多的植物了，我这有三颗种子，希望能种出植物来，你们一定要快点长起来，帮助我们的植物攻打僵尸哟，快点长起来吧，等它发芽成长，过几天再来看看吧。哎，今天发芽了，太好了，我呀再过几天再来看看，肯定就能全部长大了，你们呀快点长大吧。啊，我等着你们，过几天再来看看呗。哇，我来了，哇，全都已经长大了，太好了，你们已经长大了，以后要去对付僵尸知道了吗？好的，可是我们没有能量丸，怎么去对付僵尸呀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来，我给你们发一下能量丸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，再给你一个。最近僵尸特别多，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去惩罚那些可恶的僵尸，知道了吗？嗯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家园的，打跑那些可恶的僵尸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我们植物虽然有能量丸，但是不多，只要你们送给我们几颗小红心，为我们补充补充能量，这样我们就能打败更多的僵尸啦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你们回来了呀！是啊，是啊，僵尸已经被我们给打跑了。哎呀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没事没事，保护大家也是在保护我们嘛。我们呀是应该这样做的。不过我们刚才在打僵尸的时候，能量丸已经用完了，接下来就得靠你了。放心放心，没问题的，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。来，南瓜射手，这是你的能量丸；豌豆射手，这是你的能量丸；玉米射手，这是你的能量丸。看样子还不怎么够，我呀再给你们一人加一颗能量丸，这样呀你们就一定打败僵尸的。哇，向日葵，你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能量丸。看来我们这回再也不怕僵尸了。可是那些僵尸确实挺厉害的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只要你们再送一点小红心给我们，这样我们的能量丸就会能量加重，这样打僵尸就会更轻松了。你们可以送一颗小红心给植物大家族吗？这样就可以保护植物大家族，也可以保护小朋友了。